过来点。人也过来点。原来有人把这当成了特殊待遇。还说自己没罪。怎么觉得有人醉得更厉害了？在医院，要是像你一样对病患这么粗鲁，是要被投诉的。这会儿知道装乖巧，可是我刚刚在楼下被你的头锤偷袭，现在还很痛。眼睛都快对不了焦，还要给我验伤。有些人的确醉眼朦胧，你要不要再仔细看看？检查清楚了。真记住，那我换一种方式，闭眼。这次没扎你。